蛮紧张的，主要是音量大小。刚刚几杆。大家好，我们乐器银行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这边，请大家来欣赏蒋委员长与他快乐的朋友们在此的一场音乐会。蒋委员长这个已经在开始第一首曲目的倒数30秒有极为重要的独奏。蒋委员长他等一下会以虔诚的心。 宁静的心态，以及非常骚荡的内心来完成这个独奏。蒋委员长在完成这个独奏之前，会想着前面的人身材上的优势、身材上的劣势，并且克制双手的欲望。好。